请赶赶说嗨。哦，后面是我们的圣诞树哦，我们在圣诞节前四天才完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一组我今天在 Target 卖场发现的新玩具哦。那我发现之后，我马上就上网查了一下，它很多地方都没有出，几乎上网都找不到，所以它是最新最新出来的哦，所以非常的兴奋。那我看了一下，它有，我总共买了五组，那一组大概$10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哦，你看它有 Anna 的，然后它有，因为我把所有卖场里面的都买下来了，然后哦，这个是 Elsa 啦，讲错 ，Elsa 有 Anna， 有 Rapunzel， 有 Ariel， 还有 Ariel 美人鱼的时候，那很酷的地方是啊，因为它是最新出的，所以你看。我买的这一组呢，是 Elsa 坐在椅子上面的，坐在她的椅子上面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她有出其他系列哦。你看，她有 Anna 跟 Elsa 过生日的，然后还有哦 Anna 跟 Sven。然后最酷的地方是啊，她跟 Magic Clip 那一组有点相像哦。但是他的衣服呢，你看他衣服都可以换，衣服裙子都可以互换哦，法式皇冠都可以互相调换哦，你看他们姐妹还可以互相调换衣服嘞，所以真的很酷耶。然后你看这组是 Anna 的，然后我看哦，这组是 Anna 骑脚踏车，那这边给大家看过这个的，对，你看他这个还有这一个是 Ice Skating， 是Anna Elsa 滑冰的那一组哦，是 Frozen Fever 里面的，还有 Elsa 跟 Olaf， 所以真的好酷哦。然后你看一下这边呢，是 Rapunzel 的 ，Rapunzel 跟那个 Pascal， 然后呢，你看他衣服都可以互换哦，所以他有仙杜瑞拉的，你看他们的衣服都可以互相交换，然后还有白雪公主的。所以他们可以互换衣服 ，Belle 跟睡美人的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买的嘛？你看，那这个又是谁啊 ？Cinderella Swing Party， 仙杜瑞拉裁缝派对。然后这组我好想要买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它是 Belle's Enchanted Dining Room， 所以它应该是比较大组的玩具组哦，然后会附一个。好像茶壶一样的小城堡、小房间，茶壶的房间，然后里面有桌子跟椅子，好可爱哦！这个组如果出来，我一定会买。所以这真的就是妈妈的最爱的，妈妈跟女孩们的最爱。然后这组是Ariel 的鱼跟船组，看。所以这边刚刚是一样的，我们再看一下 Ariel 的，它还有出像 Belle 的，你看，哇，真的好酷哦 ，Belle's Teacup Treat， 所以它也是一组，这个应该就会像这样子是一小组的，然后它还有那个 Ariel 的 Castle，Oh my goodness，Ariel 的 Sea Castle，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大组的一个城堡哦，哇，如果出了我一定赶快去买。那看一下这个呢，都是2015年美泰出的。其实很多美国的玩具啊，都会在感恩节前夕，就是过节的前夕，或者是圣诞节的前夕推出最新的玩具。然后有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就推出了。然后我们看这一组也是哦，这组是 Ariel 美人鱼的那一组哦，你看。然后我们看，哇，真的好酷哦！你看它有那个 Merida's Playful Adventure， 我也好喜欢哦。虽然我们家的小孩子不是很喜欢 Merida， but anyway， 还有这一组，你看这组，我觉得哇，一定是超可爱，一定要买 Cinderella's Bibbidi Bobbidi Carriage， 就是那个仙女教母念那个魔法咒语的时候讲的那个 Bibbidi Bobbidi。讲的那个话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城堡组嘛，城堡应该算是马车玩具组耶，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，所以呢我这一阵子会注意大卖场。那这个真的是无心发现的，那我们呢会
把这个逐一跟大家介绍。妈，所以今天先，因为刚才其实呢，卖场太多人了，我没有办法摄影给大家看，因为大家都在为圣诞节做准备。OK， 所以请各位期待我们，迪士尼 Little Kingdom 最新2015年最新的公主玩具组哦。赶紧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